谢谢韩庚队长，也要谢谢我们的舞者，谢谢你们。来，有请韩庚队长。麦没声。我们也欢迎。来，我们把汪聪的麦打开一下，谢谢。有请韩庚队长。哇，我们看到其实每一次庚哥要在节舞总决赛的舞台给我们呈现怎样的作品，也让我们充满了期待。是的，接下来你要问庚哥问题，对不对？我们让庚哥喘一会儿。你慢点问。 你那个一字一句，你播音员主持人的那个实力拿出来。对，我承上启下一下，我多铺垫一会儿。铺垫一会儿，太感谢你们了。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参与，不论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这就是街舞》，真的都与有荣焉。因为我们看到街舞走过六季，真的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街舞，包括。 我们不知道庚哥有没有看我们今天小舞者们在舞台上的表现，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节目决定开始学街舞。因为我现在宝宝也一岁多了，等稍微长大一点，我也会让他去跳 popping， 一定会让他去学街舞。一岁多就已经要开始学 popping， 先规划一下，连舞种都给他挑好。是。 所以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这些热爱街舞的孩子、有街舞梦的孩子，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说的？对，到我的时间很认真准备了一段发言稿。从小呢，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和双硬核墙内户的皇家美术家人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鼓励他们探索无限可能。 成长，敢battle，没什么不可以，可以吧？<笑>谢谢，谢谢庚哥，并且庚哥也会跟大家一样期待接下来的 battle。谢谢，再次的谢谢庚哥，谢谢。哎，谢谢。我们多留一步吧，多留一步，因为现在最后的悬念马上就要揭晓了。
谢谢，谢谢我们的王一博队长。也谢谢所有的舞者，谢谢。来，有请我们的王一博队长。王一博队长，请来我们身边。喘口气，喘口气。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真的辛苦了，因为我跟汪聪今天是早上五点钟离开彩排现场的。一博还在这里练，还在这里练，嗯。所以其实在每一季的这就是街舞总决赛，我们也看到王一博队长也希望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对，我相信各位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是一支非常纯正的 breaking 的作品，嗯，今年带来这样的一支 hip hop 的作品，包括稍后马上王一博队长要和所有热爱街舞的观众朋友一起，和所有热爱街舞的舞者一起见证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冠军的诞生。一博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其实自己也很久没有跳舞了，然后每次确实都想跳点不一样的，然后这次跳了自己很喜欢的 hiphop， 然后也很开心。对，然后等会希望大家比赛的选手能够享受舞台。谢谢，一定会享受舞台，我们也一起来见证我们这就街舞第六季总冠军的诞生。再次的感谢王一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大秀，谢谢你，辛苦了。谢谢一博队长，谢谢谢谢。好的，马上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终极 battle 了，各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